你的包裹，赶快拿走吧，不要打扰我工作。哦，侯主任，好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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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我要拿快递，我是复健科技心理。 好，主任，你的包裹刚刚拿走，不要影响我工作。进，你下班了，我订好餐厅了，走吧。 我想你应该没有生气了吧？就这种小事也没必要气这么久，对不对？没必要生气啊，气会长皱纹哦。玲玲姐，你终于下班了。嗯。刚刚大嫂约了大家一起去丫丫姐那里喝酒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嗯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也要去。女生聚会，男生一向不准参加。 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解决这件事。